卖，下礼拜不卖这个东西，这个不是不好吃啊，因为我平常哦靠银行姐姐妈咪过年哦，没有空切这个鲨鱼，所以讲我这切了好碎，记得等用红烧的，记得以后我咧吃，哎。我收到，我让鲑鱼啊牛柳来，鲑鱼啊牛柳，记得要等你用红烧的，用清蒸的，小姐，你出来了，你等用红烧的，清蒸都好吃，用炊嘛好吃。一斤鲨鱼肉，外口你卖百四五块呐，200块钱大地先来，我招一个人去啦，来这个五二啦，啊200块，我啦，上好吃啊，你相信我哈，切到足水的，来小心等一下啦。我200块好不好？你吃看卖嘞哦，保证好吃的哦，品质保证再保证的，200块。来，拜拜。我200块好不好？我200块好不好？我200箱。咩啊？200箱咩啊？等下你用红烧的，煮酸了嘛好吃。我200好不好？我200箱咩啊？200箱咩啊？一声第二声，那迄个黄鱼干香啊我好不好？我200好不好？搁200好不好？这盘搁200好不好？200一声，200第二声，做这盘嘛未到。阿伯这啥物？我搁甲你讲一台，才500，500。阿老我来。两尾吼，你要两尾吼，两尾三号你敢买？南投市裕乐路180号。300号，350号。裕乐路180号。听完。来，先你问干贝哈，你无甲我插队哦。先你问干贝，倒着你问干贝。来，先你问这糖仔，我卖钱换干贝啦吼。来，400、300，这200块啦。350。搁200块好无？阿伯，你要搁飞机哦，我摕予伊啦。你听我讲，我先甲你投钱投人个个，我先要摕飞机换予你吼。搁200。鲑鱼人搁200好无？来200一声。好，我来接。这下骹无配空气的哦，200块好无？啊！无啦，你写就写吧。好啊，来200块，200块。啊，200块，来谢谢，我先来收过去。这阿伯啊吼，阿伯啊，你拄则咧讲飞机员，飞机员我先人是咱咱这嘛是，来阿伯啊，飞机员等。要看好，等一下。飞机员搁有偌济？飞机员200块，这平话，我甲你讲啦，一包5斤重的飞机员，最近我足济人去，昨昏一包安尼5斤重吼，上少了4个人去，5个人去甲买。啊，若第一上话，阮这啊，第一四位啊吼，我讲真正飞机员歹势哈，啊，拢几包啊，全去拢正无啦。一包5斤重，一斤外块100，才800、700，我招一个人去，5斤重来，600买500好无？一个人去就好啦吼，400，嘛是无啦。上个再卖足济包的，今仔日无人买，400好无？来，无人安尼我甲开落去啊，咱讲真正小家庭的来，最后我即摆食袂完的，甲煮汤甲钱的。你若要食较紧的，我甲你建议哦，用钱的你食较紧啦吼，借钱的3号就啊，来200块，来飞机啊200块来，200。什么来？来要吃飞机员的，过来400、300，过200块来。煮汤钱的大包的啊，什么来？来200好不好？200好不好？200。无啦，这个，这个先给他。阿伯，有跟你收钱无？啊，还没。钱就给他提了。我找你六啊五，拄只找你六啊五，我无跟你收原来的钱，啊，无今日来要飞机员，我着啊。你两尾350，你提一千，我找你650，拄只无甲你提原来钱，甲你收伊个钱呀，你找我两下无？200，哈？无收200，钱哪敢包呀？你拄我找你650。你提，我找你650，伊别个使做钱，你提一千只两尾加啦是350，我找你650，我拄只甲你讲过吼，原来袂甲你收钱收伊个钱，你提伊提出来看一下无要紧，嘿，歹势。我无订单，无要紧，我卖倒来才来200块了。哈？200，你提200来。对啊，你还那钱也袂好，还那钱。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人找你，人找你人家讲，人家讲啦。好啦，伊大家伫遐做钱啦，阿伯吼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对啊，不要紧啊，你若订单，我搁提予你啦吼。你还到？
我两百块迄只咯，伊要一包四百个包伊，两百块来要变来。来，说伊来吼，这大家伫遐咧做钱啦吼，对吧？这嘿啊，唔使甲你检查。所以我拄只十块钱甲你讲吼。找你六百五，找你六百五，大家拢看。我唔敢甲你消辛苦啦，无啊，我甲你讲啦，我这包送你啦，无要紧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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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不要紧啦，当做。嘿啦，不要紧啦，无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阿伯，不要紧啦，我送你，不要紧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有就有，无就无，因为这大家拢看得到吼，好好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嘿，我送你吃无要紧啦，我两百块。干杯，干杯啊！来哦吼，来来来，我讲干杯先啦。啊，这恁问这哦，这今仔无够啊，三百块银。这三包三百，四包三百，来来，这啦三百块，这无啊吼。老师就叫你拖五箱来，你就唔拖五箱来。三百，足好吃诶，我甲你讲。这少年头家，来谢谢哦，拍手。来小心啦，好啦，卖挂啦，卖挂，卖挂啦，卖挂啦。我啊，不要麻死啊。来，我甲你讲好不？来，我甲你讲，等下哦，我倒，因为我物件无够啊，来百五好无？来，我甲你包起啦，真无够啊，我等下就。你来百五，找八五，找八五，你找八百五，大家就听到。来，搁百五好无？有足侪人比。搁百五好无？搁百五好无？来，右边来。来，右边来，这十块，十块，我见大家较无用，谢谢谢谢，少年老弟。找十块，来掏钱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快挂！这么几碗啊？好几碗。不是三个五百吗？恁几啊？吓！快五百。我甲你讲，这货一千个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？这好吃啊！啊，我点百几。好啦，五百块。你拄只货一千个啊？恁两时啊够无？五百块，两时啊吃吃吃。哎，保安，你手机到底？两时啊够无？两时啊够无？够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有啊，钱价无啊，哟。没有。钱价无啊。刚刚一盘而已，没有。在这包，在这包。两千两百三个啦。来啦。可以啦，来我讲三百幺我啦。要肉羹哦，来三百做票我，要福气丸做票我。请你问肉羹歹势啦，来两百块。哎，歹势歹势。来，我说，我说声你来。来，等我来两百块。来两包两百，多少？老爸，跟生生一个包，他包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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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，卖个天天哦，拢足狂的。阮这两三个拢乌起嘞，拢足狂的，拢足激情的。来头前来两百块，来这里哦，这里来，这速度来千万，叫怕死，真正的。我两百块，我两百块哦，他包嘞，他包嘞，做工回来，头头来吼，嘿，安全为重哦。无注意，出来插掉，怎个插到进去老爸狂？两百块无？你讲啥？较大声嘞！好啦好啦，一百块，这歹势啦，甲你讲笑啦，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因为有人小家庭的，有人小家庭的，一百块啦，包包伊啦，要听我写者。好啊好啊，不要紧啦吼，因为这卖强人所难啦吼，一百块啥物来？来卖我声吼，咱讲真听，把我讲清楚吼，有买无买，细细感谢要过年，恭喜恭喜来，搁一百块无？搁一百好无？一声第二声，谢谢你来。搁一百块有无？一声第二声有无？有无？有人来无？无人来。搁一百块有无？接对头前来，我分期我这几箱。哎呀，太贵啦！等等你啦，等等你千五块啦，好意思哦。搁一百好无？好无？来好几碗啊？大包。这你问好几碗嘞？这你问好几碗嘞？这你问好几碗嘞？四百。四百好无？无闲无工啊！恁讲敢袂爱甲我谈钱？好啦好啦，可以不要买那么多啦。大家拢专工要甲咱买人客吼，
实在讲的吼，即我来去菜市啊，一包内面叫我买四包，我嘛有点点生气啊。我但是无钱，啊，唔得，阮家人真少。青菜，无伫咧炖啊，拢有时间啊，包吧，最好食的哦。汤包。来来来，菜在右边，右边这样。哇，对啦，最好食的哦。200块，好好好，我包伊个。免留免留，你先挂长钱，现金啊摕。我留的袂记的，先打去，现金啊摕来。你知影我第一声，你有来才摕就好，200块袂要紧。无钱无够，先挂长袂要紧。这有包面。最好吃的，有没有买过？吃饭看真的好吃，你看大家收钱未？这个卖了最好的，200块。要换啊，做一袋先甲清好完，200块好无？有咸要来无？一声第二声，一声第二声，来这先收掉，东西很多，脆片要啥要问的？来400，你嘛要一包哦？这无够啊，这你看物件偌好吃，啥人要买一包的？来这嘛要一包，来扣啊！我脆片够好啊！来酱，梅酱，要不要那个？要四百，酱。好，我一次你等下我提，这就是原肉的鸡块，400，啊后边搁脆片无少，来我甲你讲好，袂要紧，咱讲真正啦，真正小家庭捌食过吼。来200块好无？食袂完，我分较少的，这块吼。咱讲鸡块，但是一般素食店的鸡块是脆肉在加精的，我这种是原肉。所以你吃到鸡肉丝，你听话，规块，这是原肉，不是假酒的。这就是正鸡块哦，来200块钱有无？你看人买规包是因为这好吃啊，买惯是啊。来200块钱有无？200块有无？来。算了，我是里脊肉的，是木鱼里脊。哦。这银针这要乌鱼子哦，乌鱼子有两三种，有大地毛，一口的。等下我要倒一种来，搁200块无？鸡块，搁200块无？搁200块无？我甲你讲好无？我后壁拢无啊，纯正恁听我讲哦，唔是讲笑的哦，100什么啊？百，纯正尔，我甲处理完，无搁放你后壁，搁浪费时间，搁100什么啊？食过啊，食过啊。人家哦，这谁家？后壁猪肉，搁100好无？再过来，搁一包好不好？上尾来，一包好不好？一包好不好？一声第二声。最后我问是个阿玲，搁背好未？阿玲恁背啊，我等你啊，你背不好，我无材料卖啊。你做下了了啊，搁一包好不好？哦，我存只尔无啊，真正无啊，无先放手嘛，先搁等一下啦。小心，伊要虾卷先摕互人坐啦，这虾卷叫麻死啦。啊，一坐啊，你等下你何止？伊要3.5。伊要奖啊，3.5。哦，蛋花菜，还吃还有吗？还多嘞。后尾你有大块的。保利用箱子哟，有我叫提予你。保利用箱子来，只虾卷内底拢装100条。阿弟啊，阿你可能今仔点单嘞，我送，我叫甲送钱，我甲送去倒去。拜二啊，好无？歹势啦，歹势，我只要甲送，伊嘛甲讲唔送啊。送来好无？卖500，400，400。最近拢足侪人，咱两三个拢买几块诶，400块，虾钱。啊，无倒一个问虾钱。400，这几块的，你要阿爸无？我是要安尼好，阿爸，买两个鸡块炖。我叫你炖嘞，你高多两两百嘞。我跟你讲，你炖的，你自己留80条，我摕20条去好。你炖的自己炖。啊，无你我跟你讲笑的哦，我煞唔知。阿姐啊，你再自己炖一下，我细卡，我五卡，你袂要紧好无？哦，你来楼顶厝边头买两卡，我两个送3条去。俊杰早。阿恁是同款。几多趴？200。来叫。慢慢的笑。
看就袂啊，这你等一下，两点外钟还没到啊吼。我甲你讲笑你妈。一条一条。好啦好啦，哦，要过年啊，我现在刚甲你开玩笑，你讲得慢死皮嘞。刚有当下讲话夸张一点，不要生气哦。200块好不？200，这脆皮虾全部200好不？卖剩几条，无咧剩哦。200好不？闪起来啊啦！啊，50条，反正超贵啊，反正搁较俗啊，200块好不？下降200。左边左边。我有一件牛肉炉先给我好不？牛肉炉阿明，牛肉炉要先给我，搁200块好不？搁200块好不？200一声，200第二声，赶快来。还有吗？小药青。小青还有没有？赶快，还有没有？没有。够讲啦哈。这个虾卷。妈完整哦，你那个牛肉先给我。牛肉在后边，10点半，搁200块，搁200块好无？相片无着，一声第二声，阿明你背好未？好啊吼，来接过哦。来，我甲你讲好无？这盘底咧只，我叫伊背，因为这规箱内规地拢底条的，无背我无在条看。拄食这个套餐看偌济？我有看1000的嘛，我500，才偌济？才500块，这大只套餐只只较细只，这只是人讲细只，啊这正套餐才是流鱼哦，这活动的，安尼一箱哦。我叫三个人去，叫他叫他来，这无底卖落去来，再三个来，来这够哦，这好啊好啦。你听我讲一下，我今仔招三个人去，有想买的人去，你注意看一下，这就是真正的兔粗哦，这不是鱿鱼哦，回去都用炒的，用烫的。烫干了收起啊！阿玲姐，安尼一箱哦。没啊。安尼我是要安那卖，这安尼一盘是要叫他们等下食到当时，招三个敢袂收大盘？是，羊肉炉不是那个吃海龙食的，那个真是哦。哎，保健的，你看到看到了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哦。我真正唔知影别人安怎卖啦。我这卖了了，大家拢卖搁卖啊啦，因为规矩拢要我拍歹去啊。我这个卖下去之后，大家都不用卖了啦。我不开玩笑，这一盘大概5斤重啦。啊，你一收，啊，你一收是几万块？掉啦，我用啊，我唔知。那足济。我来讲三个人客，你好，你注意看，这算面汤的，一个脸盆，一面汤就对。小桌的套餐，500、400、350，300。来啦。300。来，这两个。我变了，你又把两个变掉了。这两个。拍死啦。300。老板，你是高啦，那个就对了。来，300来。再来。我叫你来。到底是剩掉还是剩掉？300，七百，700收了，啊，青菜啦，来，左边，来，搁一个，来，跳进一个，到底是剩掉还是剩掉？300，青菜啦，别别掉好了，不见了。前面，右边，青菜啊。还有一个，是这个细只，炖的这种就免抬啊，用炖的嘛好，用炒的嘛好，这是正透底哦。讲实在，比鱿鱼较俗了，搁300块了，搁300块了。对。春卷早安。搁300好不好？搁300，一声第二声，我先提，爱提乌鸡乌人啊，乌鸡，阮坐咧等乌鸡。300，来，700，开始嘛，你是，来，700，开始，我买一个好不好？开始，我买一个水好了，搁300好不好？搁最后一届，一声第二声，好啊，这300好啊，来四条，来，下边，我坐在你前面，来正前面，搁300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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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搁300无？你不过来无？我帮你啦，搁300。对哦，可以无啦？搁300无？最后一个人去，最后一个人去，搁300无？倒过来，发条。这搁300有人来无？300一声第二声，好啊，春节盘嘛只排无嘛无多啦，叫你问死。来，头家。来，银宝楼哟，来银宝楼，我跟你讲吼，你若袂做一遍啊，这海王水洋咯。哦，之前就上好咯，我叫马子。
看你，看你，我咧想着开始后一盘，这歹势，歹势，歹势。你那个无用食得啦，这羊肉你要吃的五包好不好？这大块的好吃，我跟你讲，我去过哦，用这个专台。